國際關係好微妙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有時就國與之間、國與國之間嗰啲拉扯啊、交往啊，就貌似好似冇乜關係同第三國，但係實際上面咧、一定係會有即係互相牽引嘅地方。咁、特朗普咧就即係話喂，最近咧就收到呢個金正恩嘅一個信件。咁咧就話要求咧就同特朗普呢個特金會咧再嚟一次，咁啊內容咧非常之狠切咁。咁喺呢個即係北韓嘅國慶啊，習近平唔去啦，就派咗栗戰書去啦嚇。完咗之後咧，就特朗普咧就喺個 Twitter 講：，今次好咯，佢冇即係去 show 佢自己啲威水嘢啊，冇 show 呢個洲際導彈啊，冇 show 核彈啊。咁咧就於是咧就係代表佢哋呢個友好嘅姿勢嚟噶，咁呢個友好姿勢咧其實咧就係意味住咧呢個北韓嘅呢個無核化咧就可能會一年啊兩年就搞掂噶啦咁樣。好啦，即係呢個金正恩成日都 show off 自己啊嘛，話咁難搞嘅北韓都搞得掂啊嘛咁樣。咁啊佢唔止一次噶啦，即係話利用呢個打北韓牌咧係愛嚟。去呢一個即係修理中國係嘛？咁啊，今次又嚟一招啦咁。咁就係正正咧，就喺呢個特朗普係話會宣布嗰2000億美金嘅中國去美國嘅貨品嗰個關税嘅清單但係咧就遲遲咧仲喺度 hold 住似乎咧冇乜嘢嘅反應。咁啊，究竟喺度等緊乜嘢咧？係等緊佢嘅智囊去傾下點樣樣嘅力度啊？定係等緊分期進行啊？定係等緊幾多百分比啊？等等咧，咁亦都咧突然間又話宣布咧，會喺呢個2000億以上咧，就再加3000億嘅，總共加埋係5000幾億嘅啦，超過曬中國去美國嘅貨品嘅總量噶啦咁。咁呢一樣即係同北韓關係修好，然後就再狠狠去刮中國呢樣嘢咧，就好典型嘅特朗普嘅作風嚟嘅。咁有兩個新嘅進展要同大家講講嘅，就係儘管特朗普呢個加關税嘅問題咧，喺美國引起呢啲巨企啊好大嘅反應，紛紛咧表示咧係反對嘅意見，就話咧會影響到佢哋，包括蘋果啊，包括其他咁樣。但係咧，似乎咧係一意孤行嘅機會係好大。但係咧，美國畢竟都係個呢個民主嘅國家嚇，咁佢都要聽一聽其他嘅意見嘅。但係我成日都強調。中期選舉咧嚇，越對華越強硬咧，中期選舉嘅贏嘅機會、贏面咧就越大。咁呢個咧，我相信係特朗普咧下咗死決心咧，一定要刮中國嘅原因嚟嘅。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啦，要面對呢個問題咧，就有一個喺西方嘅報紙《金融時報》嘅消息，引述呢個不同嘅消息來源，有3名嘅知情人士，通常佢哋咧好犀利嘅，好嚴謹嘅，就唔係一個 source， 2個都唔夠。3個仲要咩咧？3個叫做 independent sources， 即係話咧3個獨立、互相係冇關聯嘅消息來源，就證實咗中方官員咧係邀請華爾街頂級銀行嘅銀行家參加下個禮拜日16號好急嘅喺北京舉行嘅一個叫做中美金融圓桌會議 （China-US Financial Roundtable）， 咁啊希望咧討論中美關係嘅。就金融和經濟改革向北京提供一些建議，因為就參與這個圓桌會議的人就說，我們兩國的金融業人士都意識到我們有義務去改善美中關係，因為這個關係實在太重要了，不能夠讓它被少數人破壞，會後就會和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會面。邀請咧係由呢個中國證監會嘅副主席、副總理劉鶴、前助手方星海發出嘅。
咁中方嘅代表咧就包括呢個央行行長係易綱啦，這個中國銀保監會嘅主席郭樹清啦，財政部嘅副部長咧廖文啦咁樣。咁啊，受訪嘅美國高層包括咩咧？黑石集團嘅董事長、花旗集團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嘅負責人、前財長漢克保爾森等等等等。不過咧，佢話中國政府呢個組織呢次活動太過倉促啦，黑石咧就唔能夠主席出去，要派呢個 CEO 啫，高盛咧就派呢個投行業務嘅聯席主管出去啫，咁啊保爾森咧就去唔到。點解咁急呢？當然急啦。佢真係冇乜對策噶嘛。即係當特朗普一意孤行，佢冇乜對策嘅時候，佢就需要摸底咯。摸清楚呢個，既然你美國裏面有咁多嘅巨企反對，咁華爾街點睇㗎呢個問題？華爾街會唔會都反對啊？如果你反對嘅話，幫我開下聲得唔得啊？對於特朗普呢個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係咪應該做？即係呢個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可能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咧就係喺成個對美嘅貿易戰嘅策略上邊咧，中國咧係唔能夠有一條路線好清楚，根本唔知點做，都唔知道特朗普搞緊乜嘢，想點，佢嘅底牌係乜嘢。咁於是咧就以習近平為首嘅黨中央咧，就要派佢嘅馬仔咧去摸底，同埋好急咁摸底，又喺佢正式要再加碼，由500億加到變成2000億，2000億再加3000億之前，係咪做咗啲摸底嘅功夫？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係咪存在住喺中國裏邊存在住硬同埋軟鷹派同埋鴿派兩班人嚇？黃岐山今次又再出山。是不是其實是意味著這些務實主義者打破了一個意識形態的一個堅持，就是說什麼寸步不讓啊、奉陪到底啊這些口號呢，其實不要說那麼多，實際上我們有沒有這個實力去應付呢？我們都要看看有沒有什麼轉圜的餘地，會不會在這個鷹派當道的這個中共的這個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裏面，某些鴿派都能夠提出他們的聲音，希望可以搞清楚特朗普的意圖是什麼，希望可以透過這班華爾街的巨頭做一些功夫呢。還有第三個原因，我看到中國是不能夠不這樣做，他不能夠好像宣傳機器那樣說這個奉陪到底、永不讓步、因為就最近在中國這個中美貿易戰打了幾個月之後，那些問題就越來越浮現了。中方的負責操盤的貿易戰的副總理劉鶴同日呢，即是在這個上個禮拜五呢，就召開了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會議，首次提出一個警告，要防範黑天鵝。有分析師就指出，中央意識到呢事態很嚴重，是已經聞到個糯味了。基金經理亦都對後市好悲觀，咁你而家睇得到嘅，其實無論中國嘅股市、香港嘅股市跌未停，呢個同好多因素有關，同美元強有關，同美國加息有關，同貿易戰有關，同中國裏面個經濟出咗好大嘅問題，譬如話通脹開始出現啦，開始浮現啦，有啲金融嘅體系啲鏈開始斷啦。等等，呢啲全部都有關係嘅。咁所以咧，就呢個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講金融安全嘅一個組織，喺所有嘅金融監管機構之上嘅，就係劉鶴做主任啦，人行嘅行長易綱咧係做副主任啦，等等。咁就開咗第二次會議咧，就裏邊有個八月第二次會議咧，就有個公告咧，就好有信心嘅，完全具備打贏重大風險、攻堅戰同埋應對外部風險諸多有利嘅條件。佢提尋日通報嘅第三次嘅會議咧，就話要防範各種黑天鵝事件，保持股市、債市、匯市平穩健康發展。即係話政府對股債匯個態度咧好憂心，而且咧就係轉趨保守啊。咁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是沒有辦法不急的，OK？ 內外交戰
外面就有貿易戰，有科技戰，有貨幣戰，有經濟戰，裏面因為貿易戰的影響而令到中國的股市大幅下跌，令到中人民幣大幅貶值，令到通脹推高，這全部都是令到中國的金融安全受到威脅的。所以為何由劉鶴出山呢？為何要黃岐山泡了那麼久又要見這個華爾街的巨頭呢？我相信他們真的很心急找到一條出路，但是找不找到呢真的不知道。因為如果特朗普他真的不是瘋的，貌似瘋的，實際很有文路地要壓制中國的話，那個出路似乎是很難很難行得通。心地很快就已經跨過1000集了，1000集就真的一點都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在香港今天那個政經的環境越來越惡劣，政治打壓啦，媒體歸邊啦，大話連篇，這樣講真話的人是越來越少的，那些就向主子淺味擦鞋的人就真的可以這樣說，遍地開花。我們這種不識時務的聲音只佔少數，而且是淹沒在一片歌功頌德的汪洋大海裡面，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之間就好像我在這個主流媒體的封煙節目一樣，砰一聲會被禁聲，心直口快有機會是會人間蒸發，消失在這個地球。我就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做得一集得一集，你們呢聽得一集得一集。雖然就好像很消極一樣，但是如果要繼續堅持下去都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在這裡就對看心直口快這個頻道的觀眾同埋這個實質支持我的觀眾致以衷心的感謝。只要你們繼續看，我就會繼續做，只要你們給多一點的鼓勵我，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繼續為大家發聲。你們可以就訂閱這個頻道啦，你看這個 YouTube 的時候，你看到以下你的手機或者螢幕的右下角的這個符號，你按了之後就可以訂閱的了，有新片就會通過電郵去通知你的了。你都可以用 PayPal 去支持我的，有一個預定計劃，用這個網址呢，又或者一次過付款都可以，都同樣是 PayPal 的。沒有 PayPal 不要緊，匯豐銀行的 PayMe 都可以，用9331543 9啦，又或者八達通的好易比 OEPay 同樣這個電話9331543 9，又或者 Tap and Go 拍住相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付款的。沒有這些戶口不要緊，用劃線支票寫我的名字寄來這個地址我都會收到的。用銀行戶口行不行？得，你用 Facebook 來 PM 我，我就會告訴你個銀行戶口的。心直口快已經跨過1000集了，好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心直口快。